121.6。姐妹们早上好，今天长秤了97.1斤。我昨天我跟老公在南湖游玩嘛，南湖吧，昨天人少，阴天，我俩也没遭着罪。本来早上在家计划的啊，不出去胡吃海塞的，玩一会儿就回来的。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哈，一出去看那些好吃的就想吃。南湖人还少，食材还不新鲜。长春的桂林路大家都知道吧，小吃一条街，离着南湖不算太远，我们俩就直接就杀到了桂林路。那些好吃的呀，串烤鱿鱼，还有烤包子。我今早到现在不饿呢，昨天实施一天啊水果减肥法。我那天吃水果减肥法掉秤不到2斤吗？而且水果减肥法特别适合这个季节，大夏天的谁不吃点水果，对不对？大水蜜桃、香瓜的，还有西瓜。如果我这么吃掉秤非常的好，姐妹们可以跟馋的。水果减肥法的早餐就是水果吃到饱，别的什么也不吃。有的姐妹可以一天掉秤3斤，即使代谢再低，不掉大秤也不会长秤。夏天减脂期不能吃水果，太郁闷了。大餐后来一顿水果减肥法还是不错的。你这个西瓜多好，真好，多钱一斤了不？1块钱。你买就给我买贵的。这老头对我刚刚好。管谁家老头呢？姐妹们中午好，水果减肥法午餐打卡。我老公给我买的桃，这么老大的桃，我还没吃过这样的桃呢。这个是油桃，这个也好吃啊。还有几个李的，不变的是西瓜。我老公苞米、咸鸭蛋、咸鸭蛋，还有烤土豆，可香了。哎呀，我先吃李的。哎呀，这芒果你买的，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芒果，好长时间没吃这么好吃。明天给大家汇报体重啊。姐妹们，晚餐我吃2个鸡蛋，这个芒果再来一个，别的我就不吃了。